啊，自由任务吧。好的。涨至少有报酬金4320块。好的。我也想换太刀哎，操！感觉比较帅啊，太刀不是比较帅吗？对，你有看到吗？有啦。你选上还下？上还下。11，营地啊。上吧。好，上。是左下角那个营地啊。左上，右上角吧。哎，算了，反正他进去可以飞回去了，没差。可以。上厕所。哦，伤害中是全武力，全武最高。满二在十二，在十二区啊！哎、欸，不要，等一下，要先拿那个补给箱。操你妈，妈没拿，干撩贼！在上的营地哦。哎呦，我们可以拿两份是不是啊？一个人可以拿两份是不是啊？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看这个会勃起、欸、这个。我在上营地欸，白痴哦、喔！你要来上营地啦，他那个满二在11啊，在十二那边啊，你可以飞过来啊。啊 ，Hello， 飞过来喽！要不要先打飞龙？飞龙？飞雷龙啊？飞雷龙再打完再去打满二啊？有没有兴趣？再另外再接任务好了。哦，对吼，好吧，好吧，听队长的。出任务才划算呢。你有吃饭了吗？还没吃哎、欸，我不知道吃什么。你都吃什么？属性加最多的吗？你都吃什么？这龙在哪里？啊！你是效果最好的那个。啊，你都用现金了，还是用点数？快而已，快出。余定死。啊、看，要回复用。嗯，体力30。你是用那个、喔、现金哦、喔。好，现金。肉。哇、哦，好大只的肉！它烤出来那个鸡腿好好吃哦、喔。看得都饿了。对啊。大口喝酒，喝酒。出发。用那个捕，试试看捕获好不好？啊！你要捕什么货？这一场不是狩猎吗？狩猎捕获都可以。是啊、喔。要杀。啊！可是我没有道具哦、喔。
那我怎么没来过啊？见鬼了！你在哪里啊？在我哪里？干，我去找你啊！你不要动啊！啊，你一定是当错地方了啦！直接找蛮二龙就好了。这里啦。欸、我很不熟哎、欸。你没当对地方啊！这里啦。Hello。当，你先当给我看。我下来了啦，等一下再当啦，不要开玩笑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你的刀是上升的？哎、欸，你看我的那个血条旁边有一个刀是上升的吗？上升？对。没有。等一下，不是这里。那那什么意思？攻击力上升啊。在哪里啊？为什么你的？找到马二龙主机了吗？你找到了没？有了，看到了。他都在这区域啊，他都一直都在这。哎、欸，你到底在哪啊？啊，不用走一起啊，就分开来找啊。那个地图左下角有那个吧，有蛮恶龙的。对啊，在那里啊。我看到了，可以了，可以追踪他了。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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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开调查这样子，两个人打调查，这个这样比较快，比较有效率。看到他了，我也看到了，他的屁眼超臭的，跑掉了，一看就知道是个臭鼠啦。我先挖个矿，学乖了啊，孩子！哎操！你们刚讲学乖了，就被打到。我死了！你怎么死啊？好扯哦！我跟你说他很强，你不信？你太轻敌了！干林德嘞！哦，妈，他要喷火了！干！妈的，你住你生儿子没屁眼！这里有蛙吗？把他引到蛙这里了啊！干！好了。
我操你妹！中中中中中，开干！我操你妹！再凶再凶！干你娘！干你娘！啊！打到你歪头。上面还有只，上面只。哇！爽爽爽 ！Go go go！哇，好爽！嗯，笑笑就赢了哈。叫比大，叫大声就比较厉害一点。真的是蛮厉害的。绕跑了。哦，摸刀了，干老师。哎呦！得了，我接到蛮恶龙调查报告了。你现在才接到？到了。调查报告，这就会触发调查任务。哦，是啊。为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他遇到假法蜥蜴。那个啊。蛮恶龙足迹，你采集一些，那就会把调查报告。嗨哦，嗨。那我不要再抓那个。我靠腰嘞！啊！跑跑跑跑跑跑！我真的觉得我的那个猫咪他妈的太可爱了，太尽责了。干！他直接喷在我脸上，操他妈的！他直接给你个头锤。对啊，操！干，超痛！哎、欸，你死掉回去会吃再吃猫再吃那个吗？再吃饭吗？死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应该不用吧？不用不用不用。你怎么会知道他效果？应该不会消失吧？他效果还在，你怎么会知道？啊，我不洗啊！我跟你讲，一个人打真的、啊，一个人打真的很困难。被 combo， 你就知道我当初为什么一个人打这么累啊！我在这里被他连到死了。他真的会 combo。来了没？客，我客饭。啊，你不是说不客？我觉得蛮恶龙真的也算蛮强的了。
哇靠，开始咯。把它断了没？没断呢。干，一直跑。干，跑掉！妈的，还来个落空哎！哎呦喂啊！哦。失败哦！啊，哎，哦，死三次就全倒，倒三次哦。对，再来再来，气死我了！不行，我一定要刷完五只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不能接任务哎、欸！伊萨，我不能接任务哎、欸！可以接。靠腰，害我还跳出来，等一下再进去。跳出去哦，那我们应该跳出去的。你不用跳啊，啊不然好像你进不来。是哦，接了好像。哦，那你先出来啊。一个人，他人数就只有一个。
哇，太刀真的招式很多耶。圈 R2 三角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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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吗？还是我接？你接啊，我的比较少啊。等你哦，别介。啊，被那个属，被属性武器。对啊。多懂。电龙跟蛮凶是火啊，雷是那个啊，飞雷啊，然后水是泥那个啊，泥龙啊。你接了吗？啊，进队长好。笑欸，你吃饭是用那个点数还是用现金？啊？点数还现金？现金？为什么？他把选什么都一样，那两种都蛮好赚的。是这样吗？
也是一定要把他杀了。我在帐篷里面整理道具。你都吃推荐那个、喔？那吃饭真的好赞哦！出发。找到了。怎么会？你直接跳下来就到了。看。对。直接开打吗？你看到了。在下面而已。干，我直接摔下来。哎呀，一直吼，他自己跑了。他也不喜欢这个。他也不喜欢这个地方啊。干！他很贱欸，在我趴下躺起来的时候，不好闪，你不要在这边打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是，不要贪刀比较。我靠！嗯，他没来啊，干！做了个陷阱给他，没有中。哎，干！救！烫！不好打哦。
哦，补得好，补得好，补得好。哎呦，风压！我们刚才怎么打得赢的、啊？我也很纳闷。搞！干，怎么现在打起来这么难呢、啊？可能我们打过一次，觉得太轻敌了。哦，我有发现调查报告了。不要太过去啊，那边有毒哦。靠腰嘞！哦，他有中毒嘞！真的，他有中毒。旁边蜜蜂也在 run 我，啊有喂、欸，流不血，旁边有那个补血虫，这边有补血虫，哦。你也这样觉得哈？干你啊！过来，他要撞。这个很俩小、啊。他俩小，我比他更俩小啊。那我丢他的闪光弹，跟我全力进攻。啊，喷火啊！好血、啊！干！为什么觉得没有地方可以打他？这康博啊！又跑！干，根本都在追追龙。哇！不要啊！我磨个刀啊，大哥啊，别这样！
跑掉。他现在显示可以享用强餐点，应该是东西那个效果没了吧？中之后可以再试一次，不是？哦，是哦，效果还在啊、哦。他在上面哦。对，不能打。看，我进了刀套。加刀了。看我。嗯，火龙在上面哦，他了，带他去运，哎呀，不死，哦哦，要叫。哎呦喂啊，这个撞！哎呦，这个撞！啊，看这好痛！要喷火，要喷火，要喷火！干！干，都被他那个喷火吓得要死。哇哇哇哇哇！好打！来了来了，机会来了！拜拜卡。着火！你来看泡泡，着火的时候泡水会不会有用？不知道。他虚弱了没啊？应该是虚了，不然不会跑。哇，干他真的打超痛。刺死你！操你妹！妈的，你在嚣张啊！我砍啊，砍爆你，砍爆你的头！我砍爆你的头啊！我锤锤锤啊锤！鬼人乱舞。
跑，又跑。啊，死了，我们来抓抓看。你要抓？抓看啊，看。谁吹哨子啊？哪里？上面。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！把引回来，引回来。没抓到、啊，哎、欸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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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净。哎、欸，已达成目标哎、欸！哇哦 ，scoy 呢？你是用什么陷阱啊？对啊，洞，地道吗？洞，然后掉下去，然后你再丢那个捕获用麻醉球。哦，好像蛮不错的哦，这一招好像蛮不错的。这样感觉比较快啊，不然要把他打到死。打死也可以啊，他都已经到那个残血了，不是吗？哎、欸，我有上凯玉哎、欸，报酬比较多、啊。干，我死掉一次，气死我了。自然的智慧，这功能小。还有两只哎，还要再打两只哎。我去做他的那个装好了，做一套出来。是不是应该先做那个泥鱼龙啊？然后再来打他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而且后面不是要打吃火龙跟火龙吗？哎，对吼，哎，我们先回去，先回去，是不是要先回村？是不是要先回去？不能在这里啊？对啊。哦。要重来吗？那要去接那个鲤鱼龙哎，先接鲤鱼龙啊。哇、哦，打这个真的很鸡巴哎、欸！他这一次真的超强，鱼龙是抗水的、欸。那我应该说抗火的吧？到底什么东西抗火？该不会就是他的装吧？你看一下，应该是他。古种。矿脉要15次。